们就去拍这款啊。灰色，咱们这款灰色都卖完了，你看一下这个灰色，这灰色早就卖完了，灰色和白色都卖完了。你们，我跟你们讲啊，这个黑色你们再去不拍的话，这个黑色也快卖完了啊。这款库存是很少的，八号链接啊，八号链接，手上戴的手撕在我们的三号链接，想拍手撕的宝宝抓紧时间去拍啊。手撕还有五单，四单还是五单的一个库存。然后我们这一款是一个15D 厚度的，看一下啊， 15D 厚度，这个是我撑开的一个效果，然后这个是我在腿上穿的一个效果啊，它是一个微光款的，上身的话啊很好看，很显高级。这个丝袜穿在身上一看就和普通的丝袜它是不一样的啊，和你买的那些超薄款或者说是那种哑光款啊一点都不一样，它是一个微光款的。你喜欢白色，白色早就没货了，这个黑色的话马上库存也快没有了啊。摇杆放哪儿？什么摇杆？白色早就没货了，咱们这个八号链接白色和灰色都没有货啊。黑色的话库存也不多，你们想要去试一下黑色的话，可以去拍这个八号链接的黑色啊。可以选择大小码，大码可以穿到身高185，小码的话穿到这个1米75，你们根据自己的这个身高体重正码卡码去拍啊。有真实买吗？今天都卖了好多了，今天卖了好多啦！谢谢宝宝关注。腿上同款在我们的八号链接哦，八号链接。今天直播间下单的新粉宝宝，我们还可以再享受一个首单礼金下单优惠1到3元啊。360度无痕裆的一个丝袜，这个是15D 厚度啊，而且它这款还有一点点保暖效果，它是一个天鹅绒的，咱们这款天鹅绒又丝滑又柔软，而且密度非常非常高啊，高针极细高密针织的一款丝袜，和你买到的那些那种容易抽丝的呀，或者说是那种就是看起来就是不均匀啊，或者说看起来那种粗粗拉拉的一点都不一样啊。看一下它这个密度，它是一个高针的啊，高针高密的。你来看都是男的，男的不是应该的吗？对不对？我也喜欢看异性啊，对吧？谁不喜欢看异性啊？椅子上放了一双，椅子上放了好多双呢，我椅子上就是咱们家的样品。椅子上的话，这个是四号链接啊，这个是四号链接，180D 的，180D 可以啊，180D 的，你说的是十号链接吧？十号链接那个是180D 的。腿上现在穿的这个是我们的八号链接啊，这个等我下播之后你们再去拍的话，全部都是个原价的价格了。所以说趁着我在直播，我还有几分钟就下播啊，趁着我在直播的时候下单，这个价格是优惠的，而且啊，咱们今天直播间下单全部都是给大家礼盒包装发货啊，礼盒包装，而且是带有香味的。咱们这款袜子穿在身上会有一个淡淡的一个木质清香的一个香调啊。十号，我给你拿一个十号看一下啊。十号链接是咱们家的黑透肤 AIG 里黑透肤，这个是十号链接啊。十号链接我给你撑开看一下，它是那种很自然的黑丝光腿神器啊，穿在身上远远看上去你就像穿了一层黑丝一样那种感觉。这一款啊，这款你穿在身上就感觉就像穿了一个我腿上这个同款的丝袜一样，那个感觉是比较相似的。西瓜裆的话对你们男生也是比较友好的啊，男宝想要穿这个西瓜裆啊 U 型裆的，咱们就选这款。还有咱们的冬色系列也是啊，冬色系列在这个七号链接，七号链接也是这种裆型的啊， U 型裆也叫西瓜裆，这个对咱们男生宝宝是非常友好的，男宝喜欢穿丝袜的直接闭眼入就可以啊。今天直播间价格都给大家开好了，鞋好美，今天穿的是一个凉鞋，360度无痕裆啊，天鹅绒的，咱们喜欢穿那种天鹅绒的宝宝直接选这个八号链接啊。我腿上穿的这一款就是八号链接，这个上身会有一点点的微光感，看一下它的这个
它好滑，它的这个弹性也很好，因为天鹅绒比较柔软，弹性都比较好啊。喜欢主播我们可以点点关注啊，我还有几分钟就下播了，我们想下单的宝宝在直播间拍下都可以享受一个首单礼金的一个优惠啊，等我下播之后再拍咱们就没有这个优惠了，下播之后你们就是不管在哪里拍都是一个原价啊。直播间下单还给大家这个有一个带有一个礼盒包装啊，带有礼盒包装，而且是带香味的腿伤同款，在八号链接的黑色。卡了需要重新关注，怎么给我点个关注还能卡了？腿伤的在八号链接啊，这个是机密系列十五 D 厚度的天鹅绒。看一下，这个是360度无痕裆的啊，男宝，咱们男生宝宝喜欢穿丝袜的，直接闭眼入八号链接，高密针织，非常非常细腻的一个天鹅绒啊。看一下，它的密度是很高的。我们拍肤色的话，可以当做一个薄款的光腿神器去穿；拍黑色的话，就是那种很性感、看起来很高级的一个厚黑丝，在20度以上穿的时候，还能起到一点保暖效果。我们这一款的话，而且比那些超薄款还要更结实、更耐穿，这一条啊，穿上小半年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系统不让你看，真的假的？谢谢宝宝关注啊。这个八号链接的话，我感觉真的就是男宝，如果说直播间的男生宝宝喜欢穿丝的，就选择八号就可以啊。这个是15D 的，这个扎不破，他要是你，我跟你讲啊，他要觉得能扎破的话就拍这个八号链接，这个是15D 的，因为它是一个天鹅绒的，而且它是高密针织，它能扎出腿毛的那种肯定是针数比较低的，密度比较低的，所以说那种缝隙比较大才能扎出来啊。咱们这一款的话就完全都不会，15D 的一个厚度相对来说比较结实啊，带脚型的，咱们这款还是带脚型的，穿在身上的话会比较贴肤一点，像这个腿部脚踝这个地方也没有说那么多褶皱，也比较好分辨一个正反面啊。铁做的，腿上焊上的啊，那就算了吧，那就算了吧，别说能扎破了，那这袜子都不能穿了。八号链接，咱们喜欢这种厚黑款的啊，喜欢穿厚一点的这个丝袜，我们喜欢穿厚丝的宝宝，喜欢想要那种就是遮腿毛啊、遮美白啊、遮瑕的效果一个比较明显一点、好一点的话，我们就选择这个八号链接啊。晚上好，晚上好，没有点关注的宝宝，我们可以点点关注。你刚给他个大嘴巴子，好好好。谢谢宝宝的小礼物，没有点关注的我们可以点点关注啊，加粉丝团，然后再去领取一个大额优惠券再下单，这样价格会更优惠一些。我现在穿的不就是吗？我现在穿的就是啊。你们怎么都不听老师讲课的？老师都在这儿讲了半天了，八号链接你们还让我穿上看看。这个就是啊，15D 厚度的一个天鹅绒，非常非常的柔软，非常舒适，追求那种又丝滑又柔软又舒适的，就选择这个八号链接就可以啊。卡色，你说这个卡色吗？是这个吗？这边没有卡色啊，这个是灰色，这个卡色是五号链接，这边没有卡色，这个是灰色，这个是二号链接的灰色，二号链接角色系列的这个灰色啊，哦，那就是这个啊。然后这个灰是一号链接的灰，这是一号链接。我现在腿上穿的在八号链接的黑色啊，机密系列的静谧黑。直播间我们只要是新粉宝宝，领取一个首单礼金的优惠，然后再来下单，价格会更优惠一点啊，随机立减1到3元。平时你们下单的话都是一个原价啊，原价的话就是像我腿上这款原价就是48块钱，48.69块，今天咱们直播间下单随机立减1到3元啊，只要你是新粉宝宝，而且还给你们配有一个白色的礼盒包装。白色礼盒带香味的啊，精致感非常满满。
加工素吗？你一看你就没买过丝袜，丝袜哪有不加工素的？五号链接的性价比更高一点，如果你们想要就是性价比高的，可以看看五号啊。五号链接是30块钱两双装的，你们也可以去看看那个。我穿的这个八号链接就是男宝可以穿的啊，它是一个无缝裆的，无缝裆的对男宝比较友好。再就是七号链接，不勒裆、不卡裆、还不掉裆啊。我们这款的话，男宝想穿直接闭眼入这一款八号链接。对，就是对你们男生宝宝那个裆部啊，有那种勒的慌呀、卡的慌，或者说提不上去的，咱们就选这款啊。七号也可以，选七号也可以。谢谢宝宝关注，你看别的款我就不给你们推，我比较喜欢给你们推荐无缝裆的啊，无缝裆。二号链接也是无缝裆。薄款有啊，薄款的无缝裆就是二号链接，男生宝宝想要穿的款式二号链接啊。这个还有大小码，大码可以穿到身高185，体重的话在160斤之内啊。可以穿吗？当然可以穿了。丝袜一开始就是给男性设计的，宝宝你得去科普一下了啊。你是不是以为丝袜高跟鞋是给女人设计的？其实不是啊，是给男生设计的。有灰色吗？我腿上这一款没有灰色，别的款式的话那个灰色是都有的。你看这个是二号链接的灰色，这个是一号链接的浅灰色，一号链接。现在腿上的这个只剩下黑色和肤色了啊，黑色和肤色这个库存也不是很多了。腿上的是八号宝宝，八号链接。那个肉色的话就是这个颜色，它是这个颜色，我这边没样品啊，但我可以给你看一下，它是这个肤色。那个肤色的话，磨皮效果、遮瑕效果比较好啊，上身可以当做一个薄款的光腿神器去穿，因为它是有一定厚度的。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有一定厚度的啊，它可以当做一个比较保暖，起到一点点保暖效果啊。身上的衣服，这是我们吉润的工服，这个是只有来吉润上班才能穿的。你也想来上班吗？谢谢宝宝分享。对，丝袜一开始就是给我们男性设计的啊。等我下播之后，我们就没有这个优惠了啊！想下单的宝宝，趁着我现在直播间有首单礼金的优惠，抓紧时间去拍。下播之后全部都是原价啊！现在价格都给大家开好了，所有款式的价格都是有优惠价，直接放心去拍就可以。手上戴的在三号链接，三号链接也给大家做优惠了，首单礼金优惠1-3元啊！想下单的宝宝，抓紧时间去拍。